朋友。对呀、啊，也你还给扭腰啊！我现在还去上，这是小朋友吗？肚皮舞吗？不，肚皮舞落伍了，我们跳。这可以慢慢走啊，然后待会才是泡汤、啊。你们显然还没有哈。你这段结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休闲旅游，台湾越来越多。很羡慕了。对对对，他已经没想到你是这个样子了。